是你能量场的问题，是你能量场导致周围的人跟你一起倒霉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回去了，你不用来接我，来我家一趟。看来他没有生气。老板，我要这个大的。徐灿，徐灿开门呀，是我。今天我因为工作上的事耽误了一点时间，而且啊，我手机都没电了。这是你五年前送我的东西。徐灿，我们分手吧。你知道我们恋爱以后在一起我有多倒霉吗？我真是受够了。你别冲动啊，我今天呢是真的有领导要我加班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你不要怪我。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，因为陪你约会我腿也伤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在一起我就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利的事情。今天要不是程程在医院，谁帮我拿东西啊？我保证我以后都不会了，好不好？你的腿还疼不疼啊？要不现在去给你煮肉圆吃啊。等我一下。在一起这五年就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情，是因为你我才这么倒霉。我今天又不是故意的。是你能量场的问题，是你能量场导致周围的人跟你一起倒霉，你不知道吗？徐灿，这已经是你第九次说分手了。我不喜欢你了，你的头发，你的衣服，你设计的盲盒，我通通都不喜欢了。我们就这样到此为止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蛋糕，要不我重新再给你买一个吧。实在对不起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小叔。